喂，尴尬毕书尽拉新人合照惨遭阻止，李玉信趁时认爱准备脱衣。好主持人，好主持人，好主持人，好主持人。毕书尽李玉信宣传电影有一种喜欢，毕首次出演电影跟新人林映为配对。哇嘞，这是女记者宫斗台湾版吗？导演，这个两位俊男在您左右的。哎，才怪，应该是为了画面的和谐啦。多少脱？我觉得大概两张票就给脱了啦，先脱了啦。我现在就买两张，就脱了。我说要全脱。一亿的话，宝弟先脱；两亿的话。李玉玺脱，脱袜子好不好？对，脱袜子。三亿的话就换币了。换币饼刚有人说是要全脱，所以三亿你也是全脱。哦，很猛啊你！他刚瞪你。我是很有爱心的看着你。天哪，毕书尽在戏片中饰演柔情男，师弟李玉玺则是花心大萝卜。但现实生活中，李玉玺被拍到和温妮恋情曝光，随即认爱。看来有一种喜欢叫霸气。我喜欢交朋友，对，他很专情。就是第一次认爱都出现，然后会不会压力很大？哎，其实还好啦，以不说谎为主。那你那时候做好心理准备？被拍到当然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啦，决定了之后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安。有看到他大家粉丝其实对我很好，大家都对我表示祝福。那个女生在节目上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。我手要麻了，当然还是会照顾到要签名。